先颁奖，免得忘了，这个是我不能吃太多的包子啊。还有感谢这种先颁奖，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啊，来来我们快乐街。哎，林清华也进来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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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再给一个感谢状啊！谢谢谢谢。我再补充说一件事啊，就刚刚黄局长讲说，我办那莫内跟高哥的画展，我不是办，我是出钱的人，啊，出大部分的钱的人。那后来有些争执啦、啊，一些什么有的没有，跟我没关系。所以那个莫内高的是那次，那次对对对对对。哦，我那次我有办活动去请。我给他们的所有钱全不见了，一毛钱都没有啊。好，那是在市立美术馆。谢谢谢谢。那我并没有真的去办，我是在市立美术馆支持他。对对。我不用麦克风嘛啊？那次很成功，那次可以吗？啊，可以可以。你要不要换华博文的？啊，不用不用。我演讲这个都是借用各位的这个 computer 哈，自己播放，把我的声音转为影像啊，然后你们自己去想象。好，那我们无名氏分享园区哈，这是经常就是因为里面有一大半都是我们成发的校园，所以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常常听大家讲说，我们里面呢各种宗教信仰的都有。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像在做安养这一块来讲的话，是基督教，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好。那用的方式呢，就是用服侍的这样子一种胸怀，所以呢，做的是非常的贴心。那这个来讲的话，是可以让其他的不同领域的，不管它是要做成营业性的，或者是有其他的宗教团体，都是很好的一个榜样。但另外来讲的话，是刚刚我们卢学长在这边做的这个报告，就是少林寺方面的这种文化，它一千多年来有它相当高深莫测的这样子一种修为。那如果说是我们这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您觉得说这当中呢有可以让您，这是有所体会，让您的身心灵更变得更好的时候呢，可以注意，留意卢学长他后续在做的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混做了大半辈子哈，现在来讲的话是有些可能很有财力哈，可是呢，穿的是尽量很平凡的哈，但是必要的时候来讲的话，像我一些好朋友来讲的话，捐给学校一捐就是一个大楼十来亿，这个是很舍得去那做。你如果说是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他看了在旁边看，反正呢给孩子太多的钱，只是会害了他们。给他们必要足够的，剩下的还很多的时候呢，他会做很有意义的分享。那我们无名氏分享园区呢，就是在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但想想看，如果说是你的邻居都是不太认识的，那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来讲的话，是我们就很辛苦了。孩子们他们还在奋斗事业，那你好不容易见到孩子，不管是当面或者是电话，你大概是要让他知道一下你最近的心情。那通常都不是很愉快的哈，那就会提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孩子来讲话是听一次两次，到最后来讲他也没有耐心听我们在诉苦，那我们会觉得很寂寞。那会找老朋友，可是老朋友又是很远。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是大家也觉得说卢学长是帮我们估算的，说按照我那个规划呢，整个来讲话可能是500万，有好多人在问我，那50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包括土地？有好，我因为我实在是没办法是解释很清楚啊。当然有的人说王先生你那么搞一个就100万哦，我们一定都进去住。我说再精算看看哈，这是100万来讲话是，可是后面是怎么来的？那有些他们台湾的这个保险制度来讲是应该
开始积极，应该是去开拓这个是老年安养方面的这样子一个保险，因为美国跟加拿大都做得相当的不错，这一部分来讲，它是也是大家的一个，也许有从事保险方面的这些，校友们呢，你们可以帮大家服务的地方啊。那我们的这个志工们最近呢，在学这个洪云辉洪教授的这个医学气功，那也安排了一些身体有一些状况的，那跟他单独在咨商，都很神奇，非常的神奇。那因为可能有好多人接到我那个通知说有9堂课，你要是没办法全景的话，请你不要报名，所以很多人就吓到了，就没报名。然后是一直跟我讲说啊，王先生，明年还有没有机会？明年是会有啊，可是他的时间来讲的话是回来台湾的时间是毕竟是有限啊。那如果各位来讲的话是你有兴趣想要听的一两堂的话呢，再跟我讲。那面来讲的话是我这边有准备了一些名片啊，有些来不及改的啦。这里面有一个本来是01的，就改成02，因为01那个被骇客害了啊，然后是有好多好多的联络人的资料都流失掉了。那我们都是用这个志工信箱在做分享。那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前会长刘定盼刘会长啊，他自称啊叫阿胖啊，这是。那帮我们制作的一个无名长寿村的这样的一个网页，那前几天呢，不晓得怎么原因啊，被这个 Google 封锁起来。那我们刘学长去跟他们交涉几次，后来又开放了嘛，哈，这是对，不晓得怎么样，非常谢谢，因为我们在里面来讲的话是都是分享，好，那各位有空的时候呢是随时点进去，那里面都有我们的一些最新的发展。我个人的这个个性哈，好多学长认识比较久的都知道，比较不熟的人来讲，他可能以为说我这个有问题哈。那包括我们2年前的时候是，160台全新的电脑，我们就透过网络啊。都要送给这些单亲家庭的比较清寒的这些学生，然后呢，就有好多人收到一个很努力的去跟他们所认识的一些学校的这个小学的校长或者是国中的校长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接了好几通这个校长的电话，第一句话就请问你们是无名氏分享园区，我说是啊。啊，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诈骗集团？我说怎么这么问话？啊，怎么有人那么好心要送这个全新的电脑啊？然后是后来我解释了以后，啊，他们在说啊，那非常谢谢，非常谢谢。那我们好多志工就有帮忙啊，陪着我啊，上山下海啊，就是跑到台东，跑到花莲，我们就送，把它送完。啊，送了以后是他们的校长。很感谢的，然后问说要不要签收，我说不用签收，因为这个来讲的话是，第一个，我最讨厌被人家管，特别是被政府管，我自己要求自己很严的，所以绝对不会去做什么犯法的这种勾当，所以呢，我就不会跟政府去申请一个什么财团法人，啊，那到现在是还有好多这个同学在研究所的哈，在我们成大的。他们就是抱着钱哦，500万、1000万的时候说啊，你好，我们要捐。我说很抱歉，你不要捐过来，我一毛钱通通都不收。然后为什么？我说第一个，我没办法让你们免税啊，因为不是正式的组织。那第二个，我这个来讲的话是目前的运作来讲是不需要太多的钱，因为是如果说真的是需要有哪些单位他们需要大家支援的时候呢，我看一看啊，这个有需要我再公布。那每一个人来讲，他是凭自己的一些，你到底你最近方便不方便？方便的话是，你再去自己去出钱去帮忙，不需要让我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是乐善好施的，大家有共识的人才会
聚集在一起。那就像刚刚各位看得到的包子，我们鹤林学妹啊，他这样子跟大家分享。那林望林呢是水果切盘，还有这个是像那个谢万达学长，这个公馆七零级的，那运动水壶啊，一送都是送一百多个，然后是他们那个高科技的这个量金，也已经送了好几百条。那这个来讲的话，你在外面就是 Nike 啦，什么都是用它的品牌啊，然后在外面用它的 logo， 一个在外面卖是卖800块，1000多块钱的啊。那我们有参加活动的好多人都已经有拿到过了。那这个都是一个资源的分享。好，当我们陆陆续续的把共识形成了以后，有机会在很健康的时候来讲的话，是有机会大家变成什么？变成邻居。那这个邻居有两层意，一个是实体的邻居，也许5年后，也许10年后，这个长寿村就盖好了啊，就是大家搬进来。然后是在这之前来讲的话，是各位今天应该有收到一个我们土木系的一个小学弟林真宗林博士啊，他来讲的话是提供一个构想，就是云端啊，云端长寿社区。那在这里头来讲的话，是大家还没有实体的时候，在这里头就可以去选哈，看哪一些有兴趣的这个学长们呢，过来大家来帮忙。就是他说他上面有讲啊，说什么有爱情公寓的啊，我们这个是就是大家在里面来讲是那不是爱情公寓，也不叫老人公寓，我们就是无名氏的这个公寓吧。那你可以去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啊，在里面来讲啊，去布置你想象的，以后来讲的话是这个当中就开始练习啊。不是前几天有分享给大家，你开始呢把自己家里那些开膛鼓下哈，能够送给人家的就送给人家，因为你豪宅100多平，可是呢你自己就只睡那么一点点，其他都是没有必要的一些纪念品啊，也许当初买的时候都很贵哈，可是来讲的话是那个东西你也带不走啊，啊，干脆就你就分给小孩子嘛，分给亲戚朋友他们喜欢的，然后到时候很清爽的，就搬到20-30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轻轻松松的，啊，我们有这种共识，然后很开心的，到时候来讲的话是，就像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或是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啦，好吃的东西可以吃，然后呢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成长的课程。那我们洪英洪教授他在加拿大跟美国的这些安养院，他去帮助过很多，因为他在大概帮忙调理过的有1万多人。那他看到这个美国加拿大他们这个安养中心哦，也是很可怜了。然后老人家来讲话是到最后一两年两三年都是轮椅，然后一个一个轮椅就坐在那个地方，那可以一整天不讲话，在坐在那边在等那一天到那个大限到，那他觉得说实在是太可怜了。啊，那如果说是人来讲的话，是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那好像你很健康的时候，你还有这个权，你还是公司的董事长，你还是这个掌握经济大权的时候，没有人敢对你不礼貌了，好，对你都毕恭毕敬。可是呢，等你来讲话是退休了，然后是你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到最后来讲的话是我们也开始退化了，我们的个性也开始变了，那我们吃的东西的味道又不一样了，那就很难跟旁边的人表达说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这个照顾。那趁着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是在这边，我看啊，大家有孙子的请举手。哦，我举手，我有两个外孙啊，OK。